好，那个我这里是那个人人网在直播，然后现在呢里面很多观众都很喜欢您，然后您可以用那个中国中国话，然后跟大家打个招呼嘛。中文。大家好，我是迪马西，我是哈萨克的吃饭，我爱你们。谢谢。然后另外就是想问您一下，就除了您在歌唱这一方面，有没有想去尝试一些其他方面的，比如说影视拍电视剧之类的，有没有这个尝试？Тәжірибелі актермін, киноға түсуге дайынмын деп айтуға әлі ерте деп ойлаймын.